高人，高人熊猫，你系咪有多怨气啊？你系咪要我帮你做歌啊？你快啲讲嘢啦，熊猫。喂，屌你！我觉得有得做啊，我觉得可以再做多一只，因为 上次嗰只鸠哥咧，好捻啲人好似好捻中意，因为而家香港人净系听 Mira 同埋鸠嘢嘅啫，所以好似冇乜分别。你冇搵你度喺屋企，而家就喺戆鸠鸠咁样做乜？有啲人工又冇得翻，有啲人有钱又冇得搵，吓就出唔搵到街。你而家出街食餐饭咧，而家好捻好捻心急嘅，而家个个人都要赶住六点前食，点会好似迟一阵就啲病菌出捻晒嚟咁样，即系戆捻鸠咁都唔明你封个晚夜晚做乜鸠？佢又话咩2月24号开翻啲嘢打个针，咁屌我谂住2月24号开，咁我去剪头发啦，约咗个 friend 啊。跟住然之后，屌你！佢又突然之间话停捻到4月20号，即系戆捻鸠嘅。今天的我打低昨天的我。喂，林郑月娥呢条捻样系唔识计数嘅，佢直接跳捻嗰3月份，直接停捻到4月尾，做乜鸠？即系1、2、4、5啊！佢而家系做咩啊？唔识计个三字啊？我而家个个人翻嚟翻工就翻工嘅就照翻工，有嘢做嘅就照做嘢。屌你！有乜日日喺度问？啊！问，我就日日喺度等，系咁喺度等。跟住屌你，佢根本都戆狗，佢嗰啲。都算了，我想喺度谂住食饭啊，搞完之后食饭，啲买饭翻屋企食，点知成条街啲餐厅闩捻晒，屌！香港而家有派消费券，系有派消费券，派10000啊，好捻多钱啊，全部都唔系真钱嚟，全部都系券嚟嘅啫。屌你派消费券，你唔捻派百佳优惠券，屌你全部都电子军票嚟噶你！我怀疑你系台湾嘅政府嘅，你又识得派钱，我哋香港唔捻识噶。啊！屌你老母，我醒起点解要嬲啊？做咩你家咪夹鸠我哋香港冇得睇戏啊？你鸠卵串啊，台湾人吓、啊！你冇病啊嘛你？无啦啦同我讲话你睇戏，傻卵咗！我而家喺街啊，唔可以大声屌柒你啊！你睇捻住你啊你，飞过嚟台湾炸你咪閪！我而家已经冇得睇 Batman 噶啦，而家3月啊，我唔记得系咪3月啊，是卵蛋啦，5月啦、啊，奇异博士啊，我又冇得睇咧，我唔知点解我连我阿妈都识讲林郑月娥开记招唔卵戴口罩，就系、是、一部吸尘机掟卵死佢。真系唔系几好意思啊，系咁要你转，越嚟越多cam嘢发生啊，香港。跟住我先至想换下啲录音嘅，你换咗前面嗰啲就 OK 嘅啦。我觉得好捻鸠啊！